有确定的话，你要刷礼物点歌的。不知道，我都不唱。知道那种。哦，还有这种唱那个呀、啊，看心情的。唱什么？玉哥，刚哥。刚哥吗？刚哥。啊！我操！之前。哎，外面就是。假发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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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标，打头打倒了。对。别这么一致呗，动作。呵呵。平方是不是一个？平方有，刚刚。右边又倒一个。哪里倒的？平方吧。右边这二标二标。二标围墙还有一个，二标围墙。火人雷，来外服。火人雷来。可以来来。我爆个闪，我爆个闪。又打围墙。死了死了死了。OK。就两个，就两个，就两个。一零了，还有一个。打头了一个，打头了一个。赵大哥，赵大哥。有一个打头了，大经理，大经理打头了。我丢厕所雷，左边。进进进进进。进左边死角。出去了。我的哥。这更有人，这更有人。快抽，快抽！哇，他妈补四枪，你才死。还没补到吗？还没有，有了，有了，有。这番区什么时候到了？他妈的三个人啊！三个。这番区什么时候进了三个？是他们进去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这还真的游龙啊！但是你也没有拉住我，所以说你要承担一半的锅。今晚是 NPC。PNC 没问题吧？一般这波只会50%的波，我俩安排一人25%，我50%吧，你30%，他20%。斑马不听使唤有什么办法？也没拉住啊，拉不住啊，力气小啊。傻逼！左边，左边。我俩就死在这样的人手里。右边。喂！啊！你要干嘛啊？啊！我操！啊！老龙出来，被人出来。啊！你打瓦呢？一针拉枪。拉枪了。啊！你看他那个逼表情，老师真的。